高速带着十天的行李离开台北，高速带着十天的行李离开台北。台湾到纽西兰直达的飞机目前只有桃园机场而已。所以我们就高速的到达桃园机场。那从台湾飞到纽西兰北岛差不多要11个小时左右。所以你要看看到底晚上还是早上出发会比较好。那我们选择了晚上飞睡饱饱。我们选择了晚上飞睡饱饱。早上直接玩。那台湾到纽西兰免签证，所以整个出入境都非常快速。那我到了纽西兰机场找到一些很便宜的东西，我就直接全部买起来。全世界的每一个机场都不太一样，全世界的每一个机场都不太一样，但是 Auckland Airport。全世界的机场卖的东西都不太一样，全世界的机场卖的东西都不太一样。那 Auckland Airport 它卖电子产品非常非常多，超级赞。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第一集出发篇。那我们下一篇就是交通篇。那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。那我们下一集呢？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。那我们下一集就是。那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出发篇。那下一篇是交通篇，敬请期待。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出发篇。那下一集是我们的交通篇，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纽西兰。
那这就是我们的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，这是我们的台，那这就是这是我们的台湾人玩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，你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，这是我们台湾人，这是我们台湾人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一集出发篇，那下一篇是交通篇，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。